可能你是老表迷，但也可能说明你老了。万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流行力啊。今天说说欧米茄2022的新款，注意啊，里面隐藏着多个爆款，考考你的眼力。欧米茄今年的新款，对于这批彩色表盘，你想说什么，我差不多也能猜到。的确，这一切发生在这几年，粉丝们被多个品牌割韭菜。尤其是劳力士的彩色豪驰中的 Tiffany 蓝在二手市场的表现，末代鹦鹉螺的影响也不能忽略。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些色彩，可能你是老表迷，但也可能说明你老了。这些彩色盘是针对90后、00后的。欧米茄海马的彩盘背后有讲究，这些色彩代表着从海洋到陆地的颜色，但是彩色盘是个烟雾弹，因为欧米茄在海马 AT 上有个重要改进，链带中间的链结变圆变厚了，这相当于豪士链变成了总统链。另外，你猜欧米茄怎么说？玩彩色盘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。下面说说绿海马，这年月绿马才是王道。这款绿海马毫无悬念是今年的爆款之一，专柜排队已经排到六月了。现在下手还来得及，你可以说它是绿海马，也可以叫它欧米罗，因为这个表盘会变色，有时候绿，有时候黑。海马300米是欧米茄的专业潜水表，它的标志就是排海阀，陶瓷表盘，激光雕刻波纹，陶瓷表圈。除了橄榄绿的配色，还有两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，表圈上的刻度是大明火白色珐琅，再有就是12点位这个夜光涂层的圆点在黑暗环境中是绿色的，也就是绿色夜明。我说关一下灯拍一下夜明，结果冲过来八个保安把我架住了。开玩笑啊，如果说绿海马只是一个小改款，那么海洋宇宙 Ultra Deep 6000米绝对属于全新的创制。这款表那可深得去了，它的原型其实是可以下潜到10935米的，这是个世界纪录，但是你必须是个健美运动员才能戴，因为这个圆形腕表的厚度据说有28毫米，一般人没法戴。但这款表的设计太牛了，所以欧米茄在潜水深度和表壳厚度之间做了一个平衡，结果就是这款 UD6000。 表友给这款表起名叫海霸，哈哈，真有才。这款表分全钛款和金刚款，厚度控制在18毫米，像我这样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60后戴上都没问题啊。你看这款是钛表壳的，这个是钢表壳的，怎么样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笨重吧。玩欧米茄怎么能不说超霸，尤其是今年出了绿金霸和鱼纹霸，哈哈，这些都是表友起的外号。所谓绿金霸指的是欧米茄超霸Moonshine 18K 金的绿盘，鱼纹霸指的是金盘熊猫款， Moonshine 18K 金指的是欧米茄自己的黄色 18K 金，但色泽偏冷。可以说这两款表属于豪华运动表里复杂功能比较高的款式，毕竟不是谁家都能有自产的码表机芯。这两款表都是欧米茄3861机芯，对标的是当下二级市场加价最疯狂的某些款式，但是价格不那么虚高。超霸57顾名思义是欧米茄初代目超霸的复刻，但是表壳和机芯全面提升，颜值很高，机芯是薄皮大馅，所以比3861机芯的超霸月球表还要薄。这里有个小问题，绿金霸皮带款的价格是198500，鱼纹霸皮带款是212300，贵了13800，到底贵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在留言里告诉我们。欧米茄今年的新款发力很大，从表盘颜色到机芯配置，从经典复刻到全新的型号，发布的信息量太大。为了这次发布，欧米茄还在宝钢的炼钢炉下办了一个大 party。 对于这些新款，你可能也听说过不少不同的声音了。要看开箱吗？开哪款呢？大家互动起来，你支持哪个反对哪个。为了防止事后诸葛亮，把你的留言拍在这里先痛快一下再说。 OK， 腕表消息就先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下次见。